趁哥们洗澡把他睡衣换成女仆装。不是你不让我给你拿睡衣吗？你看啊，回来啊，我啥时候有这睡衣了？啊，这我新你买的，真是大半夜我穿这个不冻腿吗？嗯，那没事，有裤子啊。你去把我自己睡衣拿过来，就去，你求求我了，别听你的。你说哥哥请把我的睡衣拿来好吗？你别太过分。那你光着。哎呀，回来，哥哥请把我的睡衣拿过来好吗？那好的，妹妹。睡衣呢？没找着啊，你就穿那个呗。你就你为啥非得老让我穿这个呀？因为你漂亮，腿长，身材好，你穿那个肯定比别人都好看呢，对不对？你愿意穿你想看得了。哎，你那多那不好意思吗？那不吧，你出来呀！你看你，你出来。哎，好看吗？啊，你回去吧。